有二点五吗？阿爸，好痒！顶到这里面的那个瞳孔有没有？等一下，这不行啊！好痒！顶到这里面的孔。有啦有啦，转哦，有在转了。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哎菜，你刚做完瑜伽完啊？做瑜伽完现在又怎样？我现在赶着要去开直播了。交给你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擤个鼻涕，谢谢。为什么？你先擤。你先讲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快塞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要拍，我们要去那个华视摄影棚，然后拍这个《灌篮高手》节目，然后去之前的前几天都要做快塞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做快塞。欸，其实我没有被快塞过，欸，我上次回去香港的时候，我是给你一个东西，然后叫你喝到喉咙里面，然后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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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不知道用什么东西，我已经忘记了，其实我记忆是很低。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，然后今天呢，他们就跟我说要快塞，没想到他们快塞也要拍片，现在是我的生活全部都要拍起来了，大姐。而且我现在穿成这样，我的 YouTube 基本上是没有穿这类的服饰，这种服饰只会在……好，你废话不要那么多啊，反正就是快塞啊。那快塞要怎么做？我有点害怕。先清醒一下鼻子，清洗一下鼻子，清洗。你要擦我吗？还是我自己擦？注几擦就好了。我记几擦？注几擦也可以。怎样？拿出棉花棒。拿出棉花棒。哦，这个就是棉花棒。棉花棒有那么长哎？喜欢吗？我没有特别喜欢长的，我喜欢粗的。稍等一下下。啊。进行测试之前呢，请用肥皂和水彻底洗手20秒，并且将手擦干。好，走吧。欸，你不觉得我今天的就是，因为我平常就是穿这种衣服比较不穿内衣，但今天他这个杯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布，你不觉得这个布有点少，就有点短吗？他就已经到这边了。不要废话，赶快撕。哦，撕开这个。欸，这很像验孕欸。没错，把它放在桌上。放在桌上。Yep。放在桌上。然后这个东西。嗯。然后这个东西，哎呀，这有液体欸。液体，小心。小心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液体。盖子拧开，啊，小心液体跑出来。盖子打开。我不知道怎么 open 欸，怎么办？我卡。哦，打开了。所以是怎样？就先把它放在那里。把它立在这边啊。对对对对对。OK， 请取出你刚刚的棉花棒。OK， 你的手不要握住头部，请握住他的身体。好，握住身体。没错，握住身体。好色情哦。不要。嗯哼，不要用他的头部。请将头仰角70度。仰角70度 ，OK。仰角，这样子。哎，将棉花棒。轻轻的，哎，插入你的鼻孔内，2.5公分。2.5公分是多少？这么多吧，到这边对不对？左右鼻直进入后。等一下，我怕啦。我先跟你讲，左边进完，或者是右边进完，记得换边。同一根哦。对，要旋转至少5次，大约15秒。那我要进去哦。嘿。没错。我右边哦。嘿。有2.5吗？阿爸。顶到这里面的那个瞳孔有没有？等一下，这不行啊！好痒！顶到这里面的瞳孔。有啦有啦，转哦，有在转了。等一下，你们现在觉得我很夸张对不对？我一点都不夸张，我跟你讲，很轻。哦，哎，你这个表情好像是。等一下，可以，我要掉眼泪了，可以换了吗？可以，你用完你就换别人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边已经要掉眼泪了，真的不唬你们。他换另外一口，我就碰到那个渣男，然后他就，哦，转啊转啊，哒啦啦啦，怎么那么苦？其他也是这样吗？等一下，因为真的很想要，很想要到底什么？好了，你可以跟我说一下你想要什么吗？就要打喷嚏，可以了吗？然后把它放进去，放进去，转个3到5次，
然后三四五，好了，我已经转超过五次。放置一分钟。啊，你快杀的感想如何？我现在一整个很有鼻音，很想哭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哎、欸，戏很多哎、欸，我刚真的快不行了，他一直吵，一直吵。好了 ，OK， 棉花棒取出，装到袋子内，然后下面要压住，把棉花棒抽出来。下面要压住、嗯，抽出来了。嗯，好，把它放到袋子里。哟，拧紧儿。开始把它关起来。拧紧之后呢？要滴进去了。哦、OK， 我们现在呢就要来滴进去了，各位。结果滴进去就有线，然后你们两个都傻眼。来，那我要滴进去了。滴了。要滴好。哎呦，看到没有？三滴。一、二、三，好。放着。十五分钟内。耶！那我就完成了吗？我们十五分钟后揭晓。有没有一条？哦，我觉得感觉非常开心，就是没想到在那个非常惶恐的世界里面哦，大家都坐在今天我得到一条，所以我感谢爸爸妈妈。一条就很开心啊，就觉得健康有做好，希望大家都要记得去外面的时候要戴口罩，在室内的话也是尽量戴口罩。我刚刚有被塞到有点神志不清，就是觉得轻轻强强的感觉，但等一下你们弄的时候你会知道我的感受，他那感受是真的是很痒。你们有玩过那种就是泰国带回来的那种抓头的，这个抓头就是有整个人要你说酥麻吗？酥麻酥麻的感觉。所以耶、yeah, 大家在防疫期间还是要好好的加油，然后保护自己保护别人。 OK， 今天我们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，顺便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那记得 follow 我的 FB 以及 IG， 然后帮我按爱心跟按赞好不好？